什么是输，什么是赢，袂吃毋拼一定输定。什么是有，什么是命，打拼草头啊也会出名。暂时的成功免大声，也不知输赢。金色的爱情也会让人惊，啊免悲伤，啊免着惊，最后才知输赢。什么是输，什么是赢，要吃不拼一定输定。什么是有，什么是命，打拼草头啊也会出名。暂时的成功免大声，也不知输赢。金色的爱情也会孤人行，啊免悲伤，啊免着惊，最后才知输赢。暂时的成功免大声，也不知输赢。金色的爱情也会孤人行，啊免悲伤，啊免着惊，最后才知输赢。各位亲爱阿宏，无所不谈，阿人在网友观众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如果刚刚咱这个阿宏无所不谈，那么第二个这个单元，咱现场电话台北空二二九七七七一三八，现场电话台北空二二九七七七一三八，那么咱这个电话马背后。董树林阿来订请，以及去电话，台北空二二九七七七一三八。来，咱继续阿来关心社会的这个新闻呢。来，那么新盐人头案呢？啊、那么伊这个单车，伊伫咧讲啦，伊讲因翁看钱敢若性命的啦，动不动啊就吵啦，哦，到底倒一日咧吵？那么阿宏该用个问号啦，哦，那么别个报毋是用问号的，是安怎？我是感觉讲吼，这个吵是安怎咧吵啦？对不对？到底是大陆某咧吵，还是伊咧吵？哦，对不对？我就怀疑啊！来，咱来甲看卖啊。自由时报，哦，这个嘉义市报道啦。那么，新头案主嫌陈某，也即个中国某刘苗苗，
张阿甲检警，伫咧讲啦，哎呀，奇怪，啊，这毋是侦查不公开哩，安奈安尼，拢伊讲因翁的孙安尼啊，看钱那性命就对了。定定为着钱，啊，甲伊内底争吵啦，那么婚前对伊真热络啦，婚后才知影讲伊这个个性真阴沉啦，这个也使讲。我甲你讲啦，每一个恋爱也好啦，这个做亲情也好，这拢是成安尼啦，这有啥物奇怪啦？是毋是安尼？当然啦，你要结婚之前，当然嘛，嘛爱真热情啊，无你要怎娶啊？是毋是？婚后啥？婚后伊就伊个性就走出来啊，你啊无啥有诶，斗阵无偌久诶时阵恋爱六七年，结果结婚无几个月就离婚啊，是安怎有即种诶？对毋对啦？这是真平常诶啦，这在阿红来讲无啥物啊。那么如今的孙啊，涉及惊天动地的这个命案，更加让伊感觉真惊吓啦。那么伊这边啊，孙将收拾着伊的这个衫裤啦，要转去到中国啦，会使讲伊那迄落，搁再安怎，伊嘛无爱来台湾啊啦，伊咧讲敢无遐简单？对唔对？那是伊一时咧讲的啦。伊要讲要转去台，要买来台湾啊，要转去啊，咁遐简单？你就爱安怎？甲告诉啊，对唔对？甲告离婚啊？伊即嘛啊无，这个案嘛啊无成立的啊，你要哪甲告？是唔是啊？所以这像这种的孙安尼啊，哪有遐简单的啦？对唔对？伊转去台了会使啦，但是伊的婚姻啦。是不是嘛？过来台湾，伊讲伊无爱搁再来台湾啦，安尼咁对。伊起码伊会使转去，但是伊嘛爱过来台湾，安怎台湾？看是不是这个案情的这个结果嘛？是不是？换算讲个啦，唔是因翁做的，但伊要离什么婚啊？根本就无迄个条件能够离婚嘛？你讲对唔对啦？那是因翁做的，再当离婚嘛？对唔对啦？是不是安尼？若离婚来嘛，就爱办，是毋是安尼？你伊要结婚，嘛是爱办啊，对毋对啦？那么婚后才知影个性阴沉啊，这是个孙啊，就是无伊咧讲个啊，人因在安尼讲无啦，都敢伊搁咧共猜啦。那么警方专案小组人员张将到老淼淼啊，甲因阿哥老孝平。分开，伫咧询问啦。对个孙安尼啊，担嫌伊个即生活习性、交友以及着熟识、结婚个即个过程啦。问得个孙安尼啊，哇，会使讲问起真详细啦。那么对早起九点起，到暗时啊七点，你甲想，那么十点钟久了，十点钟久了。这交由检察官李志明来复审，复审就对了，询问讯。那么老喵喵向检警在讲啦，这应该是在猜啦，对不对啦？无侦查不公开啊，对不对？甲个孙阿娘单向生活的这个期间，对伊行为并无感觉伤大伊个这个差异啦。但是伊婚后来台，捡个孙阿娘，甲看单呢，敢那变成两个人同款啊，变得个孙阿娘沉默寡言啊，哇！伊若正敢讲这句话，这个音量就歹啊哩。敢若讲即句就歹，安怎讲那会寡言？一定有做代志啊！伊就会去想啊，对毋对？我安尼咧做，迄个另外迄个
迄、那个尸首搁等咧倒位啊，当一尴尬，万拢咧想起啊，你对毋对啦？你嘛照安尼讲咧，都绝对检警绝对嫌弃安尼生啊嘛，对毋对？啊，要阿宏嘛是安尼讲啊，啊。那么转来只干那会晓看电视啦，吼、哦。那么外出的时阵嘛，歹伊讲去去倒位啊啦，哦。啊，那么出来的这个厨房拢真垃圾啦，哦。啊，会使讲拢歹煮就对啦。哎，你哪样先讲？哎，煮是查某人的呢，是不是？主是毋是拢查某人？哎、啊，奇怪，伊那讲伊拢从来拢没有开火的，啊，摕钱互你去食，啊，伊伫做厨房的呢，是毋是安尼？煮，伊讲他初啊，煮就煮甲鲜啊嘛，啊，那么爱食冰，冰过即、這个冷的即、這个。算讲胖就对了。那么结婚的时，等予伊26万块的这个聘金，伊无带来台湾啊。那么等的为此经商的时呐，得甲伊咧，得吵就对了。哦，啊，搁摕纸箱啊，甲伊捡呐。纸箱啊，哪样紧啊？对不对？卖讲拿迄木剑啊。甲你讲就好啊，你怎想啊？无要紧啊，对不对？吼、哦，啊，那么鉴定了解啦，这是伊单方面因某伫咧讲的啦。凡说对峙就无同款啊哦，凡说对峙的时阵，因人讲哪有影啊？那么伊咧甲我拍，拍到我拢唔敢转来，吼、哦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要哪讲？吼、哦，是不是安尼是？哦，所以袂使听一面之词啦。那么鉴定了解，陈嫌熟悉刘少平伊个即个同乡的伊个即个朋友，伫个旧年正月，随着即个朋友甲中国，那么去找即个刘少平就对啦，因为安尼啊来熟悉到即个刘苗苗啦，吼、哦，那么登台了后，吼、哦、陆续。啊，甲老苗苗啊来通信啊！伫个旧年3月拍电话向老苗来求婚啊，吼、哦！啊，那么5月底啊来结婚啊，是毋是？那么12月30日来台啊来移亲啊，哦，安尼即马拢真紧呢。啊，你若想讲5月结婚，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，哦，半年7个月。啊，就会当来台啊！较早无呢，较早拢爱结婚了啊，2年满才有法度人申请来台呢。拜托个，即马你甲看，啊，啊，这种作业遮尼啊方便啊，啊，大家还佫无万里哦，是毋是安尼？啊，刷落去即马的时阵安尼，诶，即个本来讲7年8年要改4年，嚯、哦，啊，民进党咧都骂到要臭头去啊！啊，讲甚物的时阵安尼来，都要限定的时阵啊，大陆。几年才会当选的时阵啊，县市长啊，6年还是几年啊，才会当选总统啊，拜托个。啊，你若安尼，你著定啊咧想讲啊，这是中国人，这是中国人啊，对毋对啦？啊，像你即种的时阵啊，未正未啊，著共迄落大标签啊，像即种的民进党的人拢安尼，是毋是安尼先？啊？一家来讲，遮错难道毋是恁民进党员有会去错的吗？对毋对啦？啊，我请问你啦，错大陆部有恁民进党员无？伊也是讲用乎恁民进党的人去错去大陆错有啊无啦？阿宏认为讲有嘛，对毋对啦？啊，你都讲遮错，你安尼都甲遮个你支持你民进党的人的时阵啊？啊！甲你本身民进党员的人，你家己的时阵啊，你著家己讲你家己的嘴皮啊！你讲对啊？毋对啦？所以恁咧讲话拢无咧想啦，恁讲会出来就话啊，就对啊啦！啊！一出来就是中华民国，
一分子啊啦，对毋对啦？公交车你来到偌济啦，啊，是毋是？互你几十万好无？啊，几十万有法度有法度通左右选总统吗？台湾是1300多，对毋对啦？啊，我请问你啦。啊，卖情卖，啊，你落咧扯蛋扯蛋诶，都是少年毋知即种诶想法，对毋对？啊，我无你去问恁民进党员去大陆娶某诶，你甲讲安尼，啊，看伊感觉安怎啦？是毋是安尼？后来咱倒来主题。所以12月30日来台就移亲，啊，那么老苗苗伊伫个讲啦，伊原本吼就预定3月要返去中国探望因的这个乡亲啊，所以伊买了来回的这个机票啦，吼，啊，那么3月初4，伊甲陈的啊来冤家啦，吵架啦。对不对？啊，那么去一个时阵呢，就离家啦。啊，离中国有长辈2月底往生啦。哦，啊，伊家的时阵啊，伫个3月初6，啊来登去中国啦。那么时间上是一个卡合啦。哦，啊，那么将收物品登去的时阵，中国无爱搁再来台湾啊啦。伊讲是安尼咧讲啦，无遐简单啦，对毋对？啊，你甲想，咱台湾的即个检调人员，敢要互伊转去？迄都还袂求证，还袂迄落人，伊哪有可能遐紧就要讲要转去就要转去？哪有遐简单啦？干那安尼就免叫伊来啊？你讲对毋对啦？哦，所以这是若是安尼先，伊咧即个自由时报咧猜测也好啦，吼、哦。咱都爱甲思考一下啦。哦，你讲对也毋对啦，哪有遐简单？倒来台湾要讲去就去哦。啊，检调人员敢要好样呢？是毋是安尼？迄想嘛知啊。啊，那么检警伫咧讲啦，老苗苗来台了后的时阵啊，陈嫌曾经找保险公司人员啊，要甲伊投保啦。后来的时候，因为证件不足嘛，伊无身份证嘛，伊也无身份证嘛，所以无法度啦。安尼你知无？证明我都看出来啊，证件不足就是无身份证，伊也无身份证啦。伊若有身份证，就会使啊。迄是真简单看得出来嘛，是毋是啊？什么款代志呢？咱安尼，我安尼看就走出来，欠什么证件？欠身份证啦，欠什么证件？对毋对？啊，那么因为陈平时常常咧讲无钱啦，吼、哦，而且的时阵呐，钱吼、哦，吼、哦，安尼拢哭死死就对啦，吼、哦。啊，那么如今的时阵呐，却为伊阿来投保，苗苗苗，当时那真感觉想无啦，对唔对？啊，当然啦，倒一个要想有，是唔是安尼？啊，就即马就拢安尼啊！啊，一寡投保公司的拢嘛讲安尼，讲安尼，讲到吼啊，什么你若去投保啊，什么人领以后的孙啊，你若人若无安怎，偌久了会当领，钱会当领回去，拢安尼生啊！啊，所以即马保险咪足济啊！啊，无有一寡过去做像南山的啦，一寡迄落啊是安那钱赚噶？啊，拢是摕遮个投保的这个钱来咧做，来咧投资其他的啊，拢安尼啊，啊做无本生意的啊，啊，啊即马嘛是同款啊，我唔是咧讲，哦，你下阵啊无要紧啊，啊，那投保偌济，啊你即马来破病那样紧，你一工领2000，领3000，嗯，大家是讲哦，那遮好啊，我嘛来报啊。我都唔惊破病，你我干那我若破病啊，啊那入去的时阵，我一工会当领3000啊，对唔对啊？甚至我领4000啊，嗯啊，大家嘛要来报，啊大家嘛要来破病，对唔对啦？所以这种的时阵，我定定伫咧讲啊，像政府的时阵呢，啊像这种的拢无爱去管理啊，
啊，造成啥？有诶家破人亡，你敢知？安怎？头者伊想，哇，对毋对？我十年了后，我会当领几百万呢？啊，伊敢若想十年后，伊无想即马啦，伊无想讲我即马逐个月要拿诶遐钱啊，对毋对？啊，某一个拿着我，头一个月、两个月还好，嗯，第三个月，嗯，哇，啊，煞倒来小可倒来超钱啊呢？啊，五六个月、规半年，讲，嗯，我安尼煞袂使呢？哇，我即条一定爱拿诶你。啊，我害啊！即马在想空想胖啊，对毋对呢？啊，嗯，啊，我无啦无啦，我落去拢了去啊，有诶都拢安尼啊，所以造成一寡家庭问题呢。啊，政府你这敢有咧去想？啊，有诶冲甲翁仔某冤家啊，对毋对？因某就直直要甲因翁摕钱啊，嗯，啊，着保险诶，迄落伊搁交啊，缴诶伊搁交啊，是毋是安尼？啊，因翁想我趁钱诶时阵啊，直直为保险的落去的时阵啊，其他拢无得人用啊，啊，是毋是两个翁仔无得冤家啊？所以我咧讲啊，这社会问题介济啦。后来咱继续转来主题，那么到家的时阵啊，呢，生头安尼这个爆发，老苗苗才知影讲。但呢，你也有中度心脏障碍的这个手册，心障碍的这个手册。那么，伊看到陈去病院摕药啊，伫个食，问伊讲：“啊，你破什么病呢？”伊拢讲，伊拢无爱讲就对啦。那么，检警表示，将方查当初为陈嫌进行。精神鉴定的这个医生呢，哦，那么评估是不是讲需要爱搁做精神的这个鉴定呢？应该是爱讲是不是爱搁重新搁再做精神的这个鉴定啊？应该是安尼讲呢，是不是安尼先？啊，啊，因为甲看起来，这个当然啦，都怪癖，是不是照样咧讲着怪癖啊？你讲对啊？唔对啦？啊，当然的啦，有诶，大部分人你甲想，伊去咧找医生，啊，伊有症状诶，即个手册，伊当然伊无爱互因某知影，无论倒一个拢共款啦，是毋是安尼先？你讲对啊，毋对啦？换阵讲是你啦，你敢要讲恁某出来讲，我是啥物啊？对毋对？哇，我即马人破病甲，我拢无迄款诶啊，是毋是安尼？无可能啊！是不是？都大家，咱将心比心，将心比心，咱就想看卖啊，讲啊，是毋是讲咱会安尼生袂？那么鉴定晋江提分单险，但是未该讲因某来台啦，吼、哦。那么鉴定对伊该讲的时阵。提到讲，这个保险金杀害六个人，伊的这个死刑犯陈水钦呐，伊是讲别人呐，意思讲叫爱认呐，安尼就对个啦。伊个用过计策个啦，这检调人员伊个用计策个啦。哦，伊咧讲人帮保险的时阵，安尼杀六个人，结果死刑呐，对唔对啦？啊，看伊反应安怎啦？你啊看。啊！陈嫌阁反问啦，陈水钦被判几个死刑？那么鉴定伊伫咧讲啦，啊！陈水钦杀六个人，但是因为自卑啦，哦，你甲看啦，搁咧诱导啊啦，因为自卑啦，啊，干那一件判死刑啦，并追问陈嫌啦，啊，啊！你要自卑无啦？陈嫌摇头啦，是不是安尼？对不对啦？就要甲诱导就对了啦，你甲想啊，所以嘛才讲你来看，啊，咱台湾的这个办案人员是这种的罪人呐，对不对啦？你甲想，嗯，要诱骗的啊，你甲想看嘛，对不对啦？啊，伊袂去找证据啊，干那要为口中的讲啊，是啦，哇，对啊，都安尼啊，都在办案都是安尼先。那么专案小组伫个陈嫌厝内查扣五支的这个刀啊，吼、哦，有无香刀？当然啦、啊，恁有检查过啊，
是毋是安尼先？早都检查过啊啦，啊，那么鉴定表示讲无排毒，吼、哦，持续过来鉴定中间啦，都无要找到有安尼就对啦，这是真好啦，吼、哦，是毋是安尼？那么至于陈嫌住诶厝诶，是毋是讲伫现场检方伫讲啦？哦，这个所在是刑案现场啦，袂使任意啊来进行破坏啦。算讲爱保持迄个现场啦，万不如安那哦，有啥物遐风吹走动，啊，都爱赶紧去啊找啊，反正对不对？反正的时阵安尼啊，啊，这个陈嫌无意中讲，啊，我着有啦，我一块吼，小块一块肉啊，我藏喺厝诶吼。啊，倒位啊，落去的款哦，啊，哇，这对不对啦？马上派人赶紧去搜查，是毋是有这个物件呢？都是安尼生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哎呦，26分，赶紧来休困。哦，阿红来啉一下茶，哇，你嘴干来，冰点。上着太苦头地，含恨将心不完切。啊，冷
生心肝比平野甲你在阮梦中，难分难离，因我对着你，永甲心绵绵，茫茫过日子。Yeah.
思你轻轻过春的水清清一日清白妹妹点的酸一只的好嘞，咱继续搁倒来现场吼。你即马所收看节目是阿宏无所不谈。咱这节目是每礼拜一、拜三、拜五，下晡时两点开始，啊个四点。依然由小弟阿宏、陈坤，甲咱网友观众做伙来关心国家事、社会事、家庭事、教育事等等啦吼。来，咱。继续，来讲这个生头案，哦，因某已经回来，也伫个床，吼，啊，着随时，或者检警人员着带走啊哩，哦，迄暗妈的孙奶奶着要开门口警啊，对唔对？结果。有甲讲啦，吼、哦，阮遮个制度是安尼啦。你若暗时啊，吼、哦，歹互阮，吼、哦，啊来问嘛会使啦，吼、哦，啊要互阮问嘛会使啦，看你安怎啦。伊当然歹，哦，规气，我来忝甲要害去，对毋对？啊，着搁伫个时阵安尼福建啊坐船啊到金门，啊金门搁等飞轮机，吼、哦，搁刷了万里。本来个时阵着几点要开，结果。讲毋知安怎哩吼，毋知是个时阵啊，听讲个北韩毋知要创啥个啊，吼，我逐个紧张个吼，伊啊飞轮机煞无人飞哩吼，啊所以延前啊，吼、哦、我足忝个啦，吼、哦、沿路有够忝个啦，吼、哦，伊个时阵尔，到阮阿姑吼拢真忝啦，安尼好啦，无阮先倒来休困啦，吼、哦、啊要迄落要问恁妈在看迄落，再互恁问啦。所以啊，甲再去，吼、哦，好啦，啊，咱这都吼、哦，咱的法令就是安尼，好啦，无妈在那迄落啊，再啊通知你几点吼、哦，啊来遮报道安尼啦，吼、哦、啊若无阮的派人吼、哦，啊去甲你接啦，哇！啊，所以，伊讲的时阵安尼啊，问讲看你要自白无啦？吼、哦，啊，这个陈的伊就摇头无，摇头啦，对唔对？啊，就是要甲试看情形看安怎啊？哦，对唔对啦？
啊，你甲想，伊随问随摇头，也若是伊问吼，啊，想一下再搁摇头，这拢代表有一挂代志呢，吼、哦，对毋对啦？因为阿宏，我有讲过啊，我咧报告新闻都爱参像福尔摩斯安尼啦，对毋对？去甲思考，才知影讲伊这个报告，这是到底是伊家己编呢，也是？哦，啊，这个检调人员所问的，这拢啊，咱爱甲去甲了解咧。我们是讲伊报的，安尼咱就听伊啊。哪敢安尼都对唔对啦？都带头鹅啊啦！你讲对唔对？要我咧看新闻，我袂安尼，是毋是安尼？真实性有啊无？对唔对？咱是要看伊的这个真实性，唔是要看伊点么吹来吹去的，对唔对？咧讲来讲去的，拢唔是。这个当事人在讲的啦，哦，是不是这样子？那么专案小组在陈嫌厝内查扣五支刀啊哩，哦，咱拄仔嘛讲啊哩，啊，所以说呢，继续，哦，啊，搁再逐工啊，是不是讲，嘿，无一定啊，伊这费用啊，无一定会秘伫个刀个内面、铁个内面嘛，无一定啦。哦，即个有滴真歹讲哩。反正个时阵啊，一边过一边，哎，哇，走出来啦！啊，惊你个时阵呢，啊，哪会忽然间逐家己走出来啦？啊，原来就是这点费吼，啊，惊去无去啦！啊，伊赶紧秘个刀个内面，对唔对？即卖已经时间到啊，走出来啦，就要互咱检掉啊啦！吼、哦，是毋是安尼先？啊。所以有当时啊吼，有一挂即个不可思议的即个代志啦，对毋对啦？即摆来讲的阵安尼啊，因大了某讲，脚手啊来个穿，毋知有影无影，咱来甲看卖啊啦。那么新头案，但呢？李社回来台湾啊，哦，我甲称呼社啊，你敢知？啊，自由时报，哦，自由时报综合报道，伊甲称呼讲，陈李社啦，回来台湾啊啦，吼、哦，看到媒体哦，吼、哦，我直直咧批出啦，这个自由时报，哦，自由时报，咱来看麦，看伊安乱乱讲袂啊。那么，新头案伊的这个第一现场。就是伫个死者陈婉婷，啊，甲因二兄共住伊个即个厝内啦。第一现场哦，安尼就共讲啊。你甲看这自由时报，安尼就共讲，因厝个是第一现场啊。你甲想看卖，我看我报纸看到即阵啊，伊警方嘛无讲第一现场个啊，对毋对？因为咧找无啊。啊，伊即嘛你甲看。自由时报就讲，讲这就是因厝的，就是第一现场。你家想，哦，之前我嘛报过啊，哦，伊咧讲的时阵呢，哦，这个八里相思案啊，有无？吼、哦，自由时报第一讲的时阵呢，吼、哦，迄头家姓卢的，甲这姓阿的，吼、哦，安怎拄安怎，吼、哦，安尼报个，哎、啊，是拢无影的。迄是毋是拢无影？对毋对啦？好来继续。那么因为真相还未明，啊，真相还未明，你若讲迄是第一现场的啦，哈、啊？啊，真相还未明是安怎？你共报讲的时阵啊，因厝内就是怎啊？就在死者陈婉婷啊，甲因二兄共住迄个厝内，你甲想看卖啊？啊，这个所以。咱看报纸，像看这种报纸，你甲想，啊，啊，伊咧报这个都安尼乱报啊！你甲想讲，伊报政治的看安怎报？哦，咱甲看这报安怎啊？这种乱报，你敢知？是不是？伊即马再来讲，因真相未明啊！你甲看，啊，真相未明是安怎？伊佫讲第一现场在因厝的，是不是？迄硬讲拗的嘛？像这种的新闻，我来讲，这报社我来讲，要互我就甲禁起来啊！是毋是安尼先？你会像那诱导一挂的，像那迄落个啊，办案啊，一挂迄落个啊，是毋是安尼？那么本案在案的主嫌陈二兄，伊即个中国某老苗苗，
以及着老女，而且阿姑刘少平，昨暗坐飞行机来台协助调查，根据了解就对啦，伊了解就对啦，吼、哦，因咧报社人了解，毋知都要了解啦。那么老苗苗甲这个检警，吼、哦，那么因毋知讲因的老公有无杀人，吼、哦。因这个亲的这小妹啊，陈婉婷啦，但是伊确认曾经闻到厝内有臭味啦，伊向因老公来反映了后，老公隔天讲就将厝的打扫去真清气啦，这无啥物嫌疑啦，我讲互恁听啦。伊本来伊是自由时报伊刚讲的时阵呐，因某讲伫厝内闻到臭味呢，但是另外一报讲。问因某，因某讲无啦，迄一个臭味可能是外口的孙仔尔，迄个风的孙仔尔，迄个传来就对了。啊，伊即马即步共讲安尼，你甲想看卖啊？啊，硬要共拗落去，对毋对啦？哈、啊！啊，因讲只说，因翁家讲啊，有一股臭味，伊来扫嘛，无啥物毋对嘛？哦，对毋对？那有啥物毋对嘞？啊！难道伊因某拢无咧振动，对毋对？啊！啊，做好爸母，叫因翁哦，扫扫的，叫因翁去煮煮的，啊，因拢无咧振动。你想啊，伊所咧讲的，你甲看，伊拢无咧振动啊，是毋是？啊！伊拢叫因某，叫因翁扫涂骹，对毋对？叫因拼。有鼻到味，你应该做查某人，是毋是爱讲？哎呦，倒个厝内是安怎有臭味？好、哦，安尼袂使，要赶紧来清清个，是毋是安尼？我请问恁大家做主妇的人，做查某人是毋是拢安尼较济？我毋敢讲全部啦，是毋是拢安尼较济？所以我看到这种新闻，我就火大啦！哦，真正个物啊，迄漏洞百出嘞，迄漏洞百出，像这种报咧报，我嘛会晓报，我嘛会晓内造，你讲对啊？唔对啦？嗯。那么检方表示，生头案，迄个家族就是焦灼啦，已经都停顿伫个遐啦。哦，那么专案小组，传讯，老苗苗以及到因阿哥，哦，刘少平46岁。盼望讲会当协助厘清案情啦，看因知影无啦，即嘛问题。哎，若唔知影，哇，就害啊！你即个问问的，我老公唔知，是毋是安尼？阮翁去，我嘛唔知，啊，你是要安怎？因过来嘛是无效啦，你讲对毋对啦？盼望讲协助的时阵，安尼厘清案情，以及着找到这个死讯啦，啊，甲找到这个死讯着。都破案啊嘛！你讲对啊，唔对？嗯，那么凶多丁丁，这现场重要这个证物啦，闹必要的时阵无排除安排苗苗苗苗甲因翁来对质啦。即马伊阁要讲安尼啊啦，啊都无证无据是安那要阁对质什么货啊？敢那进前迄个检察官毋是要阁控告，无排除控告要过来要过来扣押？你想干嘛？啊都无证据啊，是安要阁对质啊？对唔对啦？所以我感觉这种的拢咧暴力观真矛盾的所在嘛，是唔是安尼？专案人员研判，那么生头案陈女被杀害时间应该是伫个去年12月9日或者是10日的，哦，即嘛可能伊的判断就是以这个法医所验尸的这个判断安尼咧讲的啦，对唔对啦？无伊警方哪知影，即、这个法医第一切猜测个啦。啊，那么即个老苗苗，吼、哦，稍后在12月底嫁予即个因翁啊，并且入境台湾啊。你即个陈个，吼、哦，12月10日曾经去甲。新增找过来台湾已经10年的这个因阿哥，伊爱叫阿哥，或者刘少平啊，哦，那么
苗苗就是由这个老少平牵线，啊，伊才嫁好，嫁来台湾的就对了，嫁出来嫁吼，嫁来台湾。那么伊嫌伊讲，甲因二兄真熟啦，所以嘛被列为重要的这个证人啦。哦，因阿哥啦，哦啊，所以因阿哥才个对，才个来就对了，哦。是安尼是啦，啊，本来因阿哥都嫁来已经十年啊，所以要去了解，是毋是讲因某伫大陆，还是有甲讲因翁的代志啊？起码问题就是要了解安尼啦。啊，我常常伫咧讲的，你著爱去找证据啊！你即卖又搁拄到弊啊，是毋是安尼？我咧讲啊，像迄巴黎相思案啊，嘛是伊家己本身自白的，讲啊，就是我做的啦。啊，但无你嘛查无，哦，你讲对啊，毋对啦？啊，你搁要来佚佗的？我检调人员伊搁要来佚佗的，哦，对毋对啦？所以我感觉这检调人员这拢爱搁训练啦，这真正爱搁训练啦，这袂使，这人要靠这种来咧办案哦，早晚啦会冤角啦，早晚会冤角啦，真正。那么今年三月六日，哇，时间过去遐多啊，吼、哦。那么老少平陪同这个老苗苗，登去到中国福建，专案人员啊，都请两个人。哦，最近倒来台湾协助啦，就是拄仔咱咧讲安尼啦。啊，咱时间也差不多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无就到遮啊来做结束。期待下一回同这个网络同这个时间继续收看阿宏无所不谈，再见，拜拜。